子宫癌案例。有没有在座不怕癌症的？哎，不害怕癌症的也有。哦，真的，你们不怕得到癌症是吧？我已经得过了。哦，你已经得过了，免疫了。哦，不错，不怕哦，癌症不可怕。你得过几年了？46年了。哦，你有癌症46年啊？哦，那你能不能来跟大家讲为什么你不怕癌症？很高兴，不是啊，啊，我是29岁的时候得过那个子宫癌，哦，那时候医生说我只有6个月的命，因为我是当老师的，那我说好吧，那六个月我这六个刚好暑假，我就去玩了6个月，结果回来以后呢没事儿，那就过了2年。又更没事，我是当时吃了一点他化疗吃那个药片而已，没有吃什么药，但是呢从此以后我觉得我这个是我活下来是多余的，所以我很快乐。我现在是在我们华州的华人防癌协会里边当理事，哇，这是因为用我自己的例子，我也看到很多癌友并不像人家说的那么可怕，他们都活过来了。哦，这里也有啊，那个慧芳啊，他也是很精神活的，都他们都去跳舞啊、唱歌，现在活得很快乐，所以我觉得不好。哦，你是走过来的，哎呀，这太好了。那这一段可以转播吗？不需要了，我现在78岁。哦，接着哈。你既然是在防癌协会，就是有责任用你的生命告诉其他癌症的人，叫他们怎么像你一样活出来，所以你应该是一个活教材，更应该播，所以我帮你播。但如果你觉得你的脸没有长得我帅，没关系，还像马赛克也就罢了。但是如果你有自信，因为人说实在一生能够贡献给这人类的不多，我一直在觉得，所以我到这个年龄常常有一种感觉，我现在不是要拥有些什么，而是我在走的时候我能留给后一代些什么。重点在这里，啊，这真的是我的心声。如果你们要问我，我真的，所以如果你能够用你的生命给后代一些启发，让他们知道，哎，癌症不可怕，可以活得更久。如果我今天不把你这一段转播，是你的损失，哎，是啊，你要晓得啊，我是在帮你，你是在防癌协会，我是在帮你推广，哎，是啊，那你怎么会拒绝我？怎么舍得拒绝我？是吧？所以可以不可以播？可以哈，要不要马赛克？不用哈，对啊，本来就不要，我从来也没有人叫他们访问我，把我马赛克。我从来没有，哦，我真的。告诉你一件事哈，你刚才讲那个免疫啊，我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思想开放，我从来不打防疫针。哦，我在大陆的时候好多感冒了，我的同事到处都感冒了，我说我就是不会感冒，我就没有感冒，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，我喜欢游泳，我游泳游得很好。哦，所以我感觉我自己有抵抗力，我肺活量很好，我体力也很好，所以我从来到美国以后，人家叫打防疫针我都不打，我也没有感冒的。我真的很佩服你的那套理论，我也是到处跟要人家说吃姜喝姜水。哦，真的，我不认识你啊，但是我自己有这个体会。是啊，哦，有时流鼻水就喝姜汤，喝姜水，他们都好了。原来我们是同路人，相见恨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哇！谢谢你的见证，哇！他是用生命来见证的，他是牧师啊，教那个交际舞的老师。 是啊，我要说的就是那以后你教我跟你舞一曲。反正我活得很快活就是了。
我喜欢打篮球，喜欢游泳，还教跳那个 ballroom dance， 就是那个交谊舞。现在很多西雅图的那个老的年轻人都认识我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快乐一点，所以我学会很多东西。我还教中国结，还教得很好。哇，斗才斗艺啊！哇，对呀、啊，人就是要像你这样活啊！哇，你这个见证很有力呀、啊！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分享你的片。感谢你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啊，我一定要做这个志工，我要学了以后马上就要帮我们一个老人家做这个，他要进医院割这个骨刺。哦。我刚刚还跟那位老师联络了，就要带他来，星期六要带他来。对对对。我学会了，我还帮他。哇，你看哦，你已经几岁了？你说。七十八。七十八还要帮助人哦，有没有听到？哦，这个不简单啊！我跟你学，我跟你学啊！哈哈哈哈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哇，这生命活得有光有热。